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玩一款手机游戏《Trap Adventure 2》，这是一个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病毒游戏。为什么叫病毒游戏呢？这又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虐心的游戏。自从这个万恶之源和班尼福特一起渡过难关，这个游戏诞生之后，就有一系列一系列的这些虐心的游戏啊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手机上可以玩的游戏，我之前也是简简单单的试玩了一下，但是呢。我点击开始之后，发现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一条命模式，另一个呢是普通模式。然后你每死几次呢，你都会升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升级来解释它，你的命就会变多，而且这个是要花钱付费解锁的。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向这种恶势力低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左上角，那就是我的命啊。一开始的话，这条路你以为会有陷阱，其实什么陷阱都没有，你只需要轻轻松松的，哎，就跳到了这里啊。这里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你跳到这里呢，就会有个尖刺出来。哇，还有这种功能吗？我没有跳过去，它会砸到我头上，这我之前没试过呀。那我快点来吧，我们直接跳。哎，我们前面会有个尖刺，你看我躲。哎，你不动的话，还会有其他的方式让你死掉的。哇，这个，我天哪！我就跟他们讲解一下，这个游戏时间也这么重要吗？然后我们赶紧过去。我的天哪，那玩意怎么还移过来了呢？没关系，我们跳到这里，啊，再跳到这里。你看它这个东西是会动。如果说玩这类游戏经验比较多的呢，就会知道，哎，我跳过去，它肯定还是会回来的。所以说这是个陷阱。但是当我反复啊好几十次的发现我这么做是一点用没有的，于是我就发现，你直接走过去就可以啊，直接走，哎，然后一，哎，我们先跳过去，再跳到这里，然后直接走过去跳，完了，你必须反应快一点。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速度与技巧的一个游戏。好，完，你只要被它勾回来一点再跳就已经晚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到这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建筑物会掉下来，然后，哇，我这关卡我过过一次，怎么还是这么难呢？哎，我这掉下去几次了？哎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不是第一关的那个尖刺怎么过来了呢？从头开始，我现在命运恢复了，来吧，我现在命硬，Come on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1, 2, 3，啊！直接跳是肯定过不去的。快速移动，好，然后到这里，到这，哎呀，我应该先后跳一下，走，好，然后到这里，这里会过来，你赶紧跳，你看，这样就完美的过来了。我就不应该每次我过去了之后，瞅着镜头洋洋得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会死掉，我应该快速的过去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没有记性呢？我又重来了一次，发现我们又升级了，我们现在命又多了很多。好，走，哇，这怎么过呀？这地方啊，这完完全全就是靠几率的吗？你这东西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跳过来，然后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怎么过？这怎么过？完了，我应该是过的，哎，踩不过去啊，这个地方，完了，我没忘到这里怎么办？哎，这什么？这是蹲，哎哎，哦，那个石头会在那个坑的地方跳跃一下，我懂了，好。哇，这就过去了，我简直就是天才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怎么它会一直远离我？哎，别砸中我，它会砸下来吗？它应该不会砸下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前面我过不去，后面有石头挡着呀。难不成离它近还会动吗？哦，它好像动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蹲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过去这边，然后往这边跑是吧？然后到那个坑里我就安全。我们到这个坑里蹲下来，蹲蹲。不是，怎么把？把我压死了呢？没事，我这次长记性了。来，come on，come on，我靠这边，不能，这个游戏不能松懈，每条命结束之后就会瞬间开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它这个游戏有毒，为什么那个地方？哦，我要跳出来吧，在那个地方。好，哎，完了就几条命了，我现在感觉没有办法再过这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失去信心了，这一关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天呐！这个心态不能崩，这个心态一旦崩了，就废了。好，哇，完美！这地方是什么？这地方是搞什么的？哎，这弹弹球好像是。哦，按这个蹲可以发球是吗？哦，发完球要立刻下来，我懂了。发球立刻下来，
然后就等这个球，蓝色的球，我一被，不是那个球会打到我呀，应该是把那些东西都给打烂之后，我们要到下面那个通道去。哎，我要跳过这个球，不是我没有命了，我要重新开始了吗？又到这个大石头这里了，蹲，掌握技巧了，这一切都是小 case。拐拐拐拐，卖拐拐啦，拐啦拐啦，回头哇跳，OK，又到这里了，哇，这次很轻松。嗯，我可以蹲，可以蹲好多下的，这么，我没死，我没死。哎，这些球别碰我！哦，我的天呐，我三个球，这些球怎么不下来了？哎，下面怎么滚东西了？我现在下去应该来不及了吧？完了，这怎么下去啊？不是，这怎么下去啊？有这些球给我围攻了！难道说球下的数量不够吗？多下几个，多下几个，我很容易死掉啊！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！哇，掉下来了。然后呢？这地方怎么过呀？有人会过这个地方吗？咱这个速度来不及呀！哦，要不停的按蹲，好像是。等一下，完了，这个命死的，哇，这就，哎，这个地方时间就是速度，然后我们，哇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，这个，喂，我已经无法忍受这个游戏了，又到石头这里了，饶我一命吧。Come on, baby！哦有，很轻松嘛，又到这里了。其实这里是很难的，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。你们看，狗屎运，上次是狗屎运，这次就没有那么轻松了，因为这个球打中你也会死掉的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哦，我的妈呀！已经打通一个通道了，你看，就这个地方好难好难。为了这个地方已经死了 N 次了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哦，过来了，太不容易了！哦，这，哎，这什么鬼？那什么鬼？好像是隐藏的通道吧，我不清楚。我们一会儿可以去过一下。完了，还过什么了？现在都没有命了，我们能不能过去都不一定了。我又升级了，我的命又多了是吗？跳跳，我就不接，这次一次过不去。好。漂亮，一个漂亮的转身翻转，不停的拉球球，跳，完了跳死了，死了之后他觉得死的不好又回来了，然后跳跳跳跳跳跳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靠运气了，你没有别的办法去通关，你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去通关了，你就是靠运气。你，然后上面那个东西总会掉下来，我怎么探索下一关？完了。我又升级了，我该高兴吗？我是不是该高兴？我升级了，别追我了，又到这里了。好，过去，漂亮。这里面一定有路。哦，这里我找到了，完了，我有氧气值，我氧气值不够了。哎，我刚才死了吗？被什么弄死的？好像那个地方有尖刺，我是被尖刺给弄死的吗？哦呦，哎，我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哇，这有氧气，快呼吸一下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哇，没关系，我们过来了，啊，就差一点，这怎么过呀，兄弟们，这怎么过呀？哇，我就剩一条命了，这地方能过去吗？我觉得是不，